今天可是我们的天王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第三场了，这一场可真是到了海底世界。穿着粉色皮衣的周杰伦独自在舞台上深情演唱，还真是像在童话世界里看演唱会呢。周董可是说过每一场演唱会都有不一样精彩，今天这一场竟然看到了魔术师陈冠霖大秀魔术，不知道魔术的合作者小魔女范晓萱有没有感受到惊吓呢？魔术师不仅带来了神奇的魔术，最后抽中天王为歌迷们演唱情非得已，在粉丝们的尖叫声中竟然还变来了哈林与陈庆，哇，真是意想不到。哈林和周董在某节目中同样担任导师，节目中就时不时的进行演唱，这在演唱会上怎么可能就唱一首歌呢？每天都不一样的惊喜，真让歌迷们感受到了天王的诚意呢。入场的歌迷可真幸运，不知道下一场又有什么惊喜呢？真让人期待啊！